你们还不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这边老百姓。 有一点难受，不太舒服，完全的辫子。哇哦，变奏曲的感觉啊！哇，蚌壳醒了，蚌壳醒了。哎呦，大爷爷就是不笑。 土沙，哎呀，我真的，说服爷爷，说服爷爷，哇，哦，爷爷发展的像话呢，哦，哦，哦，爷爷。 老师没有在整人吧？哦，哦，哦，哇，蚌壳出来了！蚌壳穿的是红上衣，我的天哪！耶耶，哎呦喂，超灵嘞！哦，蚌壳冷了，冷了。 恭喜有史上最勇猛的老人战胜蚌壳精了，不过感觉您被那个紫小孩才最可怕的家伙吧？好，这两位带来非常精彩的国粹表演啦！